所有的宗族伦理都被抛到脑后。几个月后，潇潇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强忍下一阵的恶心。春官将刚摘下的酸橘子递给她，她也一个不漏的全部吃掉。晚上，她偷偷告诉花狗自己怀孕了。花狗得知这件事情，顿时慌张起来，想要找个郎中赶快打掉孩子。潇潇想让他带自己远走高飞，花狗不肯放弃现在平静的生活，不想带着他在外面颠沛流离。花狗的渣男发言让潇潇非常害怕。花狗，快帮帮我，把我肚子里这块肉弄掉吧。我害怕。可这个男人还没有准备好，一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寡妇巧秀娘没有耐住寂寞，和外村的男人幽会，两人被村民抓了个正着。按照村里的规矩，男的要被打断双腿，在一声声惨叫下，骨头因声而断。潇潇被吓得不忍直视，族人们又讨论如何处置寡妇。按照规矩，要么卖到远方，要么就是沉潭。最后大家想到他偷情严重违背了宗族制度，让杨家丢了面子，于是决定沉潭。一条人命三言两语就被轻易判决了。寡妇被扒光衣服，五花大绑，她马上就要被沉潭，因为她嫁给丈夫两年，丈夫就去世，守寡多年没有耐得住寂寞，于是和外村男人幽会，但是被村里人发现，男的被活生活打断双腿，女的就要被脱光衣服，当着全族人的面沉入湖底。亲眼看着巧秀娘被沉潭，潇潇彻底被吓到了，似乎预料到了自己被发现的后果，白天干活没有了精神，夜晚更是不断的做噩梦。而更让他绝望的是，花狗丢下了潇潇一人连夜逃跑了。潇潇找遍漫山荒野都没有找到，他终究还是被辜负，非常的失望，恨自己瞎眼认识了这么个畜生，更加
家恨肚子里的孩子，眼看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他却毫无办法。他来到当初那个磨坊，一锤一锤砸向自己的腹部，想这样子了结这一切，直到春官进来才使他停止。但潇潇并没有放弃，这天他跟随爷爷一起进城，然后自己偷偷溜到一座庙里，抓了一把香灰，迅速跑到一口井边，他大口大口将那香灰吞进，想以此来打掉腹中胎儿。可孩子非但没有掉，肚子反而越来越大，潇潇的身体日渐虚弱，干活时总是会腰酸背痛。姨婆盯着潇潇墙上的影子看了许久，觉察出了不对劲。潇潇，你过来，我看看。潇潇有点心虚，赶紧借喂猪跑了出去。他知道自己肯定是隐瞒不下去，夜里收拾好包袱，匆匆地离开了村子。可他一个孕妇，身上又没有钱，能逃到哪去呢？只能睡在船里任由漂流，最后还是被村民发现。等到醒来就是熟悉的环境，婆婆在门外大声地怒骂：“大伙儿快看啊，叫我怎么办呢？白白养活了这个糟的身子。”婆婆家对不忠恨之入骨，非常的生气，非要把潇潇拉去沉潭。哟，春官娘啊，潇潇可死的呀，一死两条命，大肚子鬼是不会甘心的，日后阴魂不散，在家里闹起来可了不得呀。婆婆听后心里很害怕，她叫来了潇潇的叔叔讨要个说法。叔叔苦苦哀求，希望亲家能把潇潇改嫁卖掉，保他一条生路。亲家同意了大伯的提议，可媒婆看到潇潇是一个大肚子，连话都没有说转头离去。这副模样她根本就卖不出去，砸在了手里可不划算。婆婆很无奈，只能把潇潇留下。等到了潇潇生产那天，姨婆紧张地为她接生。爷爷说要是生个女娃就直接扔到河里淹死，生个男孩就留下来。幸运的是，潇潇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一家人也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中，完全忽略了孩子的血统问题。婆婆更是破天荒给潇潇煮了两个溏心蛋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长大的春宫被送去了城里读书，见识了外面的世界。但因为家中的童养媳，时常遭到女同学的取笑，她十分反感这件事情。母亲捎信让她回家，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对送亲队伍，这正是给潇潇儿子送来的媳妇。她没有声张，二十来岁的潇潇马上就要做婆，她已经慢慢的成为这个习俗的接班人。看到儿子不愿意迎接新媳妇，硬生生的拉他，嘴里还念叨：“傻儿子，男人总是要成亲的，就是他成亲的时候啊，他吃奶呢。”婆婆还想等春官回来，就给他和潇潇圆房，凑个双喜临门。春官在远处听到了这些话，他不想成为封建习俗的牺牲品，于是逃离了。故事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湘西，在封建社会，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永远被礼教廉耻束缚，没有自由和人权，女人可以随意被买卖，寡妇不能再婚，做了出格的事情就要被陈塘处死。电影的女主角潇潇是幸运的，但也是悲哀的。她由原来的受害者变成了执行者，慢慢的被上一代同化。她的目光不再清澈，内心不再纯真。潇潇的未来将会像婆婆一样，一潭死水，不再会激起任何波澜。她会困在这个鼻塞的小山厅里生老病死，束缚在落后的封建制度里苟延